妹子是妹子，你是哪里人？啊，我是上海人。上海，我感觉你不像是上海人。那你觉得我是哪里人？你是我的心上人。这个人要追你，这个人。我吐他口水。哎呀，那个妈，明天给我订个机票去上海吗？好的。哎，让我喝一口汇源肾宝压压惊，等一下。汇源肾宝，他好我也好。哎，不过我身体还真的蛮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扛得动米袋子，扛煤气罐，但是我有一样东西是扛不住的，猜猜看是什么？其实也就是从今天刚开始的。你说的是 M4 吗？还不是呢，就是扛不住想你。那个妈，我现在就走，我不玩游戏了，我现在咱们去上海来。妈妈，这就是上天注定。妈，快来上海。妈妈，等你等会儿，我再喝一口汇源肾宝。哎呀，哎，那你在遇到我之前在比心上找过别的小姐姐吗？你是我的第一次呀。那我要去看哦，你如果在比心上找别的小姐姐，我要打断你的腿。我亲自送到你的手里。不要来取，我怕路程太遥远，你走得太辛苦。不行，我再喝一口汇源肾宝。哎呀，没了。